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台湾的募兵制在今年初上路，为了这历史性的变革，独立特派员花了一年的时间深入策划，并且采访走进了陆海空部队，来调查这些年轻人投身军旅的心情。在过年前打造新国防军的系列报道播出第一集，在网络上获得非常热烈的回响，点阅率超高。已经当过兵的一些人呢，借此怀念自己的军旅生涯，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关心自己的未来。在大学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到工作的当下，职业军人变成了这些年轻人未曾想过的另一个选项。而今天我们的镜头就要继续深入战车部队，带你来看看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开坦克的同时学到了什么，而在退伍之后又想转换到什么样的跑道。2012年国军汉光演习，台南喜树海滩，战车支援后备步兵。每个动作考验士兵的素质和经验。我们的战车是没有后照镜，看不到后面和旁边的，只能看到前面，所以你要注意长官的手势。就像刚刚我在动车的时候，长官在前面比车的时候，如果你一个不小心，一个不注意，有人在后面的时候，你没有注意看到，油门一踩下去，可能就撞到人。好，再做最后检查的。对。下是副车长戴玉贤和驾驶陈林安参加演训。告一段落，仍在保养爱车。看植物不只是份领薪水的工作，可以接触一些类似，因为都喜欢碰工具啊，接触一些板车床啊、板修理汽车之类的东西。因为战车的刚开始入伍世界的时候是地上最强的武器，所以就对它非常喜欢。当兵2年多，生中事养活自己，更有责任感、自信心。他本来可以去科技大学，但是选志愿役。签志愿是一种历练，你换一个4年时间去换一个剩下20年的脱离草莓族的关系。跟我同年纪的，并想在大学，可是我已经提头入社会。我吃得了苦，跟人家可能一点点就是啊，这个好困难，我无法接受。可是我流过汗，然后抽过体能，然后跟很多同辈那种同胞爱啊，他们可能是无法体会，可是我可以继续走下去，他们可能就半路就停了。我可以继续刮风下雨撑的这样走。究竟走过哪些历程让他成长？目标赋予到，到打出去六秒钟。六秒没有出去，下一个就是死掉的就是。在南部营区，战车副车长戴玉贤与同车弟兄跑空车。射手用冲甲组炮火腿炮新机的是好。来给你。射手拿红旗，副车长拿红旗，是吧？你自己看。射手副旗，兄弟。送队，送队。到基地继续演练。驾驶手，你每次动车的时候，你要去抓你那油门的感觉啊。你要去抓我的车子怎么踩啊，会比较顺，然后比较什么时候踩的时候啊，不会有咚咚咚咚咚咚咚。两个人的配合非常的重要。正常来讲，射手只要瞄到就会打到。本排行至此，招敌攻击顿挫，迅速恢复成横队，完了。如果怕读书考试而当兵，那可能有点失望了。为了安全正确的操作，要背熟脚本。不行了，我怕我头要碰。一字一句。
干部以幽默带动学习气氛。这是为实弹安全射击准确培养默契。我们在那边，我们在外，他们在那边。为了更踏实，到实地路线走一遍。不是还有通过高级保险线吗？那这个来讲，它就是停在这边。对啊。开战车经验特别，油门、刹车都比汽车大一号。刚开始人家不知道会用一只脚踩，其实是要两只脚，因为它的压力数很大，可能一只脚踩就开始就会发抖。我之前刚开始的时候，哎，踩个30秒这边都下来脚在发抖。有的刹车就是踩，你不用很大力踩就可以刹住。有的车可能双脚要下去，再点就让它停住而已。开手，不断培养团队精神。在基地的话，我们通常都是一车人都睡在一起，就是一个床，四个人就是那四个人就在一起，不管做什么吃饭啊、聊天啊、洗澡啊，就是坐下来就是那四个在一起。操课车上也是那四个，所以就会渐渐的不熟就会熟了。检查承载轮。来到战车测考基地检查车况，来往下，停。有啊，螺丝都固定住啊，都是正常的，没有错啊。预热天后，车体可能温度达40度左右，还是不能马虎。要怕EIO指数表尺是否对于正常位置？等一下，在裁判官前才不会漏气。好，完成。要有耐心，还要能让同僚也愿意投入。啊，好了。喂，等一下机动检查履带看一下，会不会等一下会出什么问题？怎么办？断履带怎么办？不要怕，没有在怕，好不好？断两次而已。断两次哎、欸、哎、欸，等一下机动这样子，我们要加班修履带，很累嘞。每个都不要放过嘛。哦，这么仔细，跟新的一样。吸个头啊！我开车你放心好不好？啊，是挺放心，可是他断的时候我就不会很放心了。战车不是那么好开啊，对，它这不是说那么好开，它有点像一个大宝贝，你要去时时照顾它，你照顾它，它就来照顾你；不照顾它，它就恶搞你。对，有时候在旁边讲一下它很淡，然后隔天它就断你断。嘿嘿。队员，来，然后自己该车成员四个便当过去。来，社长还有两个便当，便当，快，便当。中午小戏。即使都很饿，学习不能单顾自己。快，这边转一个便当出来。啊，你后面的赶快拿装备入列。来，顺。不要来滚来滚去的，那个整木把它放好。好。那个滚来滚去的，啊，你以为它很安全吗？要上靶场，这是战力射击全程演练。要有车回答，好，要有车回答，要有车脚力气拿掉，那我就这样好了。当初我的车子力气拿掉，表示什么？通联都 OK 了，所以各位。你不要看别人把力气拿掉，你也跟着把力气拿掉。今天打的战斗射击，重点不在于你的车速的快与慢，重点在你的程序、指挥的程序跟你战斗的动作。再次强调，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哦，团员，赶快上车！把绳子拿起来，把菜篮子把它摆好。把账簿拿出来，准备要接弹了，赶快！时间了。每颗26公斤。不行，要讲啊，不要撑啊。注意不能闪神，快点啊！要快而不急，谨慎却不紧张。来，接弹。上弹了。完蛋。接弹，要确定打战车炮的时候它不会掉下来啊。完蛋。接弹，导弹部踢上来，这边上面滑轨这边，对。好，攻击前进。
战车四人一车，指挥者称车长，透过无线电听命令，传达车内装填手、射手和驾驶。引擎吵杂，对外视野有限，限时通过路况配合各车攻击移动。戴彩色帽的是裁判，如影随形考核动作和口令。所以每一位考生有来自部队老板和裁判双重压力。车队维持速度，保持距离，靠大家一条心。我会一台车一台车做通联，避免啊车子啊在没有完成通联的状况，我们就出发，导致啊遇上什么事情。你又迷路了，你又车辆故障了。战车用久，难免有各种状况发生，得细心的应变。全世界动作暂停，全世界动作暂停。那个，窗外来先看一下，有吧？不要开，他现在在打我。前头没有气，前面有。过去看一下好了啦，你哪敢开到烟幕产生去？把隔大板都把它掀开了。受测营还没开始表现一下，要先克服意外。营长要冷静，还要安抚新手。好了好了，人员超越完毕，你好，车现在在排长队旁边，好，排长，我拉下一下车。现在是。后面那台车就是原本那辆车，啊，看那辆车我在车上。后面叫他们把那台车熄火，然后在前面手套把后面隔断把它打开。所以他们故意打人在重置的，他们要把炮筒走过去，然后打开。后面的部队一定要拉上来。全队注意，我们继续开始演练。要打了。终于大把台，打了要快速移动位置，以免被锁定。来这里养成一切都重视程序的态度。随目标演练弹种和距离。进对进射击看来不难，却考验车长和驾驶的默契。进对进的时候，驾驶手是要踩刹车，他如果当下忘记的话，车子就会往后震的，然后那个炮是有可能偏掉，所以这就是蛮危险的。如果车长那时候如果没有适时在打之前适时的通知一下驾驶要继续踩的话，对啊，像这就危险就会蛮大的。
装填手射手不论做过多少遍都得注意当下配合指令才能及时发射。弹药嘞。